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我们的八位企业家，欢迎各位。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两位人力资源专家，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来和第二现场的企业家打个招呼，李群、董老师还有许立强，欢迎各位。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两位新朋友，他们分别是法天使合同库创始人何立先生，欢迎。法天使合同库在创立之初，面向法律专业人士、律师事务所提供合同起草审查工具，并提供合同起草审查课程培训。2020年以后，法天使合同库也面向全社会提供合同定制服务。万象智联创始人、董事长赵广全，欢迎您。万象智联深耕建筑数字施工领域，是一家以智能终端和物联网平台为核心的数字施工产品和服务提供商。公司旗下大象漫步品牌产品面向塔基数字施工领域，拥有行业领先的塔基数字化技术，致力于构建工程机械数字施工服务新生态。好，接下来让我们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求职者，魏倩倩，35岁，天津红星职专康复管理专业毕业。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魏倩倩，今年35岁，来自天津。我想任聘的岗位是销售，希望在这里可以面试成功，谢谢大家。欢迎你，倩倩。男神。你叫我什么？男神。哎呀，头一回有人叫男神吗？为什么管我叫男神啊？因为我经常会看这个节目，看到了您就特别崇拜。听不下去了。听不下去了。不能这样、小迷妹。我们主要还是求职，不好搞这种个人崇拜。那么接下来你来到舞台上，你先说说你看我主持的非你莫属，你喜欢我身上的哪些优点？好看，这个大家都知道，除了好看以外呢？还好看。哎呀，人家都说呀，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只是千篇一律吗？也有有趣的灵魂。说说。文采卓重，气质高贵。你看我节目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白。这个倒是，哎呀，大老师这叫面如冠玉。大老师除了一个白作为一个主要特点之外，还有其他的特点。哎，其他的特点就像您还有那位老师一样，戴上眼镜特别有味道。我跟你说，戴上眼镜的男人有两种，一种是真有味道，一种是为了遮掩自己的贫困。潮汐就明显是属于后者。你把眼镜摘下来，气宇轩昂。你把眼睛睁开先。不逗了，还说吗？不说了，魏倩，不说了。你知道吗？这时候开减分了，怎么？因为首先第一个呢，夸人啊，要夸到点上去。如果你夸不到点上去呢，叫做阿谀奉承，反而显得你不真诚。其实大卫老师他的优点不在于他的白、他的帅，而在于他的睿智。倩倩，其实你上来我还挺喜欢你的，因为你看你很会讨巧，而且。和主持人马上就有了互动，但是接下来你说气质高贵啊，就是这种忽然让我感觉到你的评价并不走心。这女孩子招人喜欢，但是她现在也暴露了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我冒昧的估计你可能你的知识储备量是不够的。你有非常好的那个宜人性，你有非常好的观察力，但是你说不出来。她应聘的岗是销售岗，市场销售是一个企业当中最会赚钱的岗位。她持续的从2004年入职到2017年，你会发现他的薪资在销售岗，我只能说他不是一个成功的销售，或者说在这里边一定就像小叶姐说的，他的专业是极其匮乏的。所以你给到我的感受，说真心话，我觉得他做服务给人的感觉很好，可能沟通交流，但是做销售我现在是持有严重的怀疑性的。我倒不觉得他什么东西都不太好卖，太的高精尖的东西可能你说起来就费劲，但是那些你能理解的，我觉得比如零食，然后比如说一些比较大厂常用的这些服务，就比你懂我，对，我懂你，都还可以的，就我懂你，咱能聊天唠嗑了，他就能卖。我觉得他如果做销售的话，就是在他整个的这个眉眼间，包括他说话，其实本身就跟人走近距离了。有的人第一印象，他见着你，你就是愿意接近他的。这方面我觉得他本身是有一些天然的特质。是，他是第一印象会给人挺亲和的，一下能拉近距离。是，但是他后边就是后边有点跟不上。这我有点替他着急。你的资料显示你是职专康复管理专业的。我想问问你
为什么要去学康复管理？家里有病人。谁呀？我的姥姥。而且就是家里人觉得做护士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行业，正好我也挺喜欢的。但是只干了一年，在医院做护士。对，因为在那里头让我遇上一个比较刻骨铭心的事儿。什么事？就是在轮岗制的时候，我轮到了急诊科，然后呢120送来一位老大爷突然发作心脏病，我就看他们在给老大爷去做抢救，但是最后还是老爷子就故去。那个时候让我感觉特别难受的是，他的儿子就一下就给我们的老师跪下了，就说救救我的父亲。我那时候就真的是像现在呀，确实不好意思啊，有点激动了，流眼泪儿。那个时候就被护士长给轰出去了，然后下午的时候就做了一个小的开会，就说其实我这样感性也没错，但是在正规的护理和帮助病患的时候，我这样会让家属更难受。在后头就经过了一些的改进，但是心里还是有点脆弱，因为毕竟家里有一个生病的姥姥，就是那种感同身受吧，就是怕真的有一天他也没了。你觉得这件事儿是造成你离职的最主要原因吗？也不是，后期的时候我姥姥确实的身体素质是越来越差，就是需要有人护理，我母亲身体也不好，所以我选择了离开。你那时候谈恋爱了吗？没有，我那时候180斤呢，谁跟我谈恋爱？哎，你别这么说，180斤怎么了？你长得又这么好看，你不后悔吗？后悔。你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如果现在再给你一个机会，回到医院去急诊室做护士的那个岗位，你还愿意回去吗？还是挺想回去的。你还会哭吗？也许吧，因为，现在有孩子了，然后心肠比以前还软。但是我觉得倩倩离开护士行业这个选择倒是没错，是因为你这种感性可能是一个弱点，但是对于销售来说，这种同理心反而是你的优点，它会让你跟客户之间快速的拉近关系。你想不想知道他跟谁走了？他辞职了，他说了辞职是回家照顾老人。嗯，对。但也有一方面原因是他认识了一个人，其实是后期就是照顾我姥姥，我姥姥不就故去了吗？那时候心里就是落差感很大，毕竟是他从小给我带大的。我就是也是偶然吧，就是散心去我同学的家里，然后遇上了他的哥哥，他的哥哥正好是在给他的那个小舞队再去排练。你去跳舞去了？啊，对，因为以前在学习专业的时候，就是个人爱好，也是喜欢唱个歌啊、跳个舞啊、画个画的。我引用一句您刚才说过的话，我刚才说你那时候有男朋友吗？180斤，谁跟我谈恋爱？那你180斤，你怎么好意思跳舞呢？我是灵活的胖子。挺好，我觉得你的自信心和这个内心的强大超出我的想象。跳什么舞？我多问一句。那个时候是跳的是爵士街舞，还有机械舞。既然说到这儿了，你给我们简单来几个动作，咱们掌声欢迎啊，倩倩，来。真是一个灵活的小胖子。你跳得真好。咱接着说，你后来就加入到舞蹈队了。对对对。有钱赚吗？钱不是特别多，但是很快乐。所以他第二份工作更多的像一个兴趣爱好。你在舞蹈队待了2年的时间。对。那你这个月薪2500是怎么来的呢？就是通过演出，包括有的时候队长忙不过来的时候，你也得带队挣一点。也挣个辛苦钱。嗯。你演出过程当中有什么让你难忘的经历吗？就有一回去北京的密云，四周都是大山，我们的那个舞台啊其实挺简陋的，就是大卡车搭的那么个舞台，在那上头跳。但是呢他那个老乡们特别开心。跳什么呀？一般到乡下民族舞。那你给我们来一段，我们给你伴什么曲儿？好日子就行。哦，满心的锣鼓敲出连连的喜庆，送来甜甜的欢乐，阳光的鸟彩都换到今天的日子，生活的花朵是我们的向往，我们舞台来过
过那么多跳舞的孩子，然后我觉得他跳的起码是最打动人的之一。他喜庆，他全身上下透露着两个字，自信。对，而且从职场的角度来说，这种开朗的个性啊，真是太适合做销售了。真的，我有点动心了啊。关注一下我啊。跳的虽然好，那怎么只干了两年就不干了呢？因为家里要拆迁，我妈妈还是自己忙不过来。拆迁是个喜事儿啊，你悄悄给我比划一下，你几位数身价，我看看。我不知道今天从您一开场，我的主持是否让您满意，在这儿我先跟您道个歉。我有些失礼了。我在想，会不会这个工资啊，从2004年到现在，差不多十好几年，好像涨得很少啊？对，是不是不在意那份工作？在每一次就职的时候，最开始应该属于年轻，不太在意收入，在意的就是开心。后来呢，因为过上了好日子，也就干脆不在乎了啊。所以你看，期望薪酬，人家是空着，压根没填。不在乎，而且他的意向企业是第二现场李群脆生生，也是我们天津的本土企业，也不想离开家乡太远。但是你既然来找工作，也有别的企业家，你后边写的不限，你是真不限吗？你还是随便这么一填？是真不限，真不限。那如果有北京的企业或者更远的地方给你发出了邀约，你会考虑吗？就决定人家是不是刘登啊。我会考虑。那你的期望薪酬必须给我们一个大概的数字，底薪吧，你能接受的底薪。4500。倩倩，问你一下，就是你现在的这个至今的这个做店主，做店主的这个文化工作室，做什么的？就是汉服。做这个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你的时间，工作时间可以自己掌握？对，确实时间可以掌握。你怎么干的是汉服工作室？因为这个是我的爱好，在这个爱好里我结交了很多朋友，然后同时学到了一些就是和文化有点关系的东西。倩倩，你这个店铺经营的怎么样？如果说从收入角度去出发，就是不太好，自己倒贴钱。对，有一点。说实话，你全程给我带来的感受，你一点都不适合做销售。第一，他没有足够的欲望，第二就是他没有明确的目标感，这是做销售我认为最重要的两件事情。你说说你的理念是什么？最开始我做这个汉服也是通过认识了一个汉服同袍，其实最开始先是有玩的心态，然后后来是在挺偶然的发现我可以自己会做首饰，然后当我囤的货品多了的时候，正好还有人给我平台可以让我去售卖，其实我就是把我做的东西给售卖出去。哎，等一下，倩倩，你刚才说你做的是首饰，对，然后你又说你做的是汉服，这两个东西你是怎么嫁接在一起的？我没明白。最开始是首饰，但是后来当体量大了，然后有人想去尝试佩戴穿着的时候，我就会去协商合作汉服品牌店，然后去做汉服的租赁，然后汉服体验。主做的是首饰。啊，首饰。对，我这么理解，就是你的汉服是跟别人去合作，他有品牌店，你等于是他经销商，然后同时你自己做手做首饰，然后来进行销售。对，然后你把店开在了是不是一些景区附近，方便大家去拍照和租赁，是这个逻辑吗？首饰是在那个集市啊，也是或者是商场的一些互动活动，在那里的。懂了。然后卖不好。我感觉他应该最适合的企业是斯凯乐，今天花姐没来。为什么呢？我刚才关注了一下他这个抖音号，他是汉服嘛，拍了400多个作品，比较热爱这个行业。对于这个找一份自己开心的工作，让自己开心的工作，这个问题你们怎么看呢？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的，要看他现在整个职业所处的阶段。就是如果你想钱多活少离家近，绝对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于他来讲，其实他现在没有太多的这个经济压力。然后他自己又做自己喜欢的事儿，但是呢，他现在对于销售这个方向来讲，说实话，确实会给这些雇主或者是招人的企业，不是会特别的这个有竞争力。说了这么多，你又是汉服又是跳舞，大家想不想看看他穿上汉服以后跳舞什么样啊？愿意吧？今天呢，魏倩倩为了让自己的面试能够顺利且成功，为了让我们舞台更加精彩，他还特意邀请了两位同袍来到我们的现场，为大家带来一段精彩的汉服表演，掌声欢迎。
lane fast, call it high speed. I've been working hard, yeah, I've been working nightly. If you think you'll win, ha, not f***ing likely. I be taking shots, yeah, cold-blooded, icy. Watching numbers grow is what I call sightseeing. In the front row, run it up when they hype me. The following grows, they know how to ignite me. Call me CEO, I've been running sh** right, see. And I ain't playing games, I create my own lane. Making pleasure out of pain, Turning losses into gains. I'm the boss, I'm making change. I've been rocking this exchange, Popping off and risking things. Gonna make a f***ing name. I just wanna be famous, but I don't want that cheap fame. No, I'm not that vain. I just wanna be greatness. I just wanna be greatness. I just wanna be greatness. 倩倩，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你的两位同袍吧。大家好，我叫季依然，是一名幼师。大家好，我叫张海洋，我也是因为就是喜欢汉服嘛，就是认识了倩倩和很多汉服的同袍。那我问一下，这位同袍，就是你外面穿的这个怎么称呼呢？这个叫做大袖衫。里面呢？鹤子裙。啊，那你们三位的头饰有什么讲究吗？他头上戴的话就是中间有一个冠，然后上面的牡丹花是因为比较有唐代的特色，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头饰上面都有选择了簪花的一个效果。哦，簪花。嗯，还有就是你们眉宇间偏上一点，这个叫做花钿，它这个是红色的，过去应该是拿胭脂啊去点的这么一个花钿。然后像我们俩的这种其实是一种材料做的，是螺钿，就是贝壳，然后裁下来薄薄的一层，然后用胶贴在上面的。哦，螺钿，哦，真好看。真的，他们在那儿一站，像不像《簪花仕女图》里面那样？哎，你刚才跟我们小叶在聊的时候也说，你的这些首饰有的都是你自己加工的，啊，你今天的头饰和首饰有的是你自己做的吗？有，同时我还带了一些，过来展示的。太好了，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同时感谢两位同袍啊，到台下稍事休息，谢谢。先跟我们包括观众介绍一下你最喜欢的是什么。其实我比较喜欢的就是我做的这款后压，就是把头发盘起来的时候压在后面。那你说他们三位漂亮姐姐谁适合用后压呀？黑总的试一下可以。啊，好看好看好看。这会儿特别给我们导演组点赞啊，就这次来之前特别跟我们沟通这个衣服，所以现在你看起来特别和谐，这个舞台上真的特别好看。这些全都是你手工做的？对对对。说到你这头饰都是手工的，既然三位也在台上，能不能让我们三位企业家学一学怎么手工制作这个头饰？可以可以可以吗？完全可以。咱们今天就先做一个木质的发簪。我觉得这个好复杂呀。这里头有几个颜色的花瓣，所以30来分钟吧。那你们三位想象一下，根据刚才你们的手速，你们要做这样一个，你们感觉自己的需要？我觉得我一天是可以做出来。我在想半天应该可以吧。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我们指的只是制作的时间，对，它还有美的一种设计，对，和调整在里面。由此可见，对，我们戴在头上看起来美的这些头饰，实际上背后凝结了倩倩他们这样的喜欢做的手工人很多的心血。好吧，
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暂时展示到这里。非常感谢三位漂亮的企业家。同时，倩倩，我想说一下，估计观众朋友们会有和我们同样的感受，就是看到你们刚才带来的这个汉服表演啊，时间有点短，没看够。不妨我们再次的请上你的同袍，但是我有个条件，换一身和刚才不一样的衣服，带来新的汉服，给我们展示一下。好的，好的，没问题。来，让我们掌声欢迎。I feel nauseous, believe me. Never had a lot of shit come easy. Had to work hard, struggle just to be me. Had to rise up just so they could see me. Did what I had to do just to feed me. And what was left over I put towards my dreaming. But the only thing in life that has meaning are the things you gotta work for, believe me.Into your hands a plan, your own hands can land your own brand. And damn, I feel like no one takes accountability. They want the credibility, convincingly unwilling to put in the hours it takes to get some power. Don't be f***ing sour, take a cold shower. Scream until you're louder, work until you're prouder. And f*** all the doubters, they're just your downers.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一回这两身衣服都分别叫什么呀？这回这两身和我身上穿的这个唐代的就不一样了，它这个是南北朝窄臂大绣襦，真好看哈。然后这个小姐姐她穿的是一个明制的短袄和马面。短袄和马面？对。我想问一下，她衣服上绣的是什么呀？一对凤凰啊。对，哦，挺好看，真特别好。南北朝、明代、唐代的服装，不同的朝代有不同朝代的美，但是所有这些过往历史传承下来的这些古服，到今天展示在我们面前，仍然能够感受得到那个时代古代劳动人民对于生活、对于美的无限美好向往和追求。谢谢二位，也请倩倩到台下换一下衣服，继续你的面试。太精彩了。倩倩，我想回归到咱们职场当中啊，就是因为汉服其实现在 Z 时代很多的孩子都特别喜欢，你又有一个专业的舞团，然后你又非常的就是很会做这个服装啊饰品的搭配，就在这样的大环境很好，你的专业团队也不错，你个人也很喜欢有能力，为什么业绩上不来，利润没有，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了？我做首饰翻新的状态很好，但是我对于如何把我的东西更好更准确的变现这一块，我觉得我不太第一个点就是你不善于做变现，那第二个点，第二种就是还是那种理念上吧。我想对你说倩倩啊，你真的人很好，然后专业我们看到也不错，但是你可能真的缺少复盘和总结自己的能力，其实你有很多优势的条件，但是从你刚才对自己的点评当中，我觉得你没有好好的内省过。那大郎，我觉得刚才我看到他身上一个我觉得最可贵的一个优点，这个优点可能是超越职场的，就是他有一个共情的能力，他对别人的痛苦和喜悦他能很好的感受，并且呢他又能把自己的这个情感传递出去，这个东西我觉得不是职场教出来，是天赋，就看我们有没有机会把他给使好。其实我感觉他不是特别爱学习，他这个抖音号400多个作品，然后是一个模式，一个模板套下来的，等于是。你的资料显示，2009年到2017年，品牌店商场销售，你是自己给自己干，还是说给别人打工？我给别人打工。做什么？卖过鞋品啊，卖过服装，还有就是卖过零食。卖的怎么样？最开始刚进去的时候是挺陌生的，但是后来略微的会上进一些，然后。最开心的其实就是卖零食。其实吧，我不知道这个事儿说完之后会不会加点分啊，销售那块欠缺我承认，但是在销售里有的地方我觉得我有自信的地儿也有，就比如说是卖零食的时候，虽然我们那个店面不大，然后我是一个小店长，但是我们如果说要进了个新品，我要把它销售出去的时候，也许我的主意不是特别好啊，我就是自己花一点小钱，我先买一个我自己尝尝，尝完之后我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口感，然后我会写一个小卡片，画点花什么的，然后贴在旁边，然后进来的顾客的时候我就和他介绍，我说这个您看看味道还真的不错，您可以尝尝。因为是有时候我会去观察，就是有进来的顾客，他第一句问我这个好吃吗，我要是没吃过的话我怎么会告诉别人呢，
所以我就用了这么个方法。我很喜欢，我很喜欢，特别好，倩倩。这个吧，只适用于一部分领域，但是能说出来，他用心了，对吧？大佬，你这话说的点上了，就是只适合一部分领域，只适合一部分领域。对。可是你始终的月薪就是3000，你是写的底薪还是说你的综合薪酬？我写的是底薪。那你的综合薪酬，你跟我们说，你最多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啊？7000。7000多不是很高哈。我想问你一下，倩倩。哎，您说。就是你在舞蹈队当舞蹈演员，然后可以赚到收入，虽然不高哈，但是你的舞蹈刚才非常感染我们。我觉得你很适合去教小孩跳舞，就如果我是一个妈妈，我的孩子交给你，我觉得特别放心，你特别讨喜，特别有亲切感。为什么你会转型去做一份销售工作，在商场当店员？因为我觉得商场的柜员说实话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对吧？然后薪资也不高，然后耗时还很长。你是什么动机和心态去做了这份工作？其实吧，也是和家庭挂钩，因为不是家里有老人，还有我母亲，基本上家里做饭那块儿，基本上是我承包，所以就是我找一份工作，肯定是饭我能给他们做。所以倩倩，你做这份工作从来没有在乎过收入，包括今天你来到这个求职的现场，你是不是也不太在乎收入？最开始有一点不太在乎，但是现在陆陆续续的年龄上去了，肯定是在乎。那我了解一下，那您刚才说那个7万的工作地点又可以去外地，那这个怎么协调呢？这个就会和家里人协调了。倩倩，我想请问一下，既然你学的是康复管理，包括你也讲你是因为你的家里姥姥是吧身体不好，你才想学的护士。其实作为我本人来讲，我是学医疗的，我也是因为我父亲的原因，所以我选择了学了医生这个岗位。现在呢，其实也从事一些健康管理工作。我不知道你现在对整个的健康管理工作是否还有兴趣，而且你是否愿意在这方面做出更多的一部分的知识上的一个积累，也就是说你还要加强一部分的学习。其实吧，离开了这个医疗这个岗位的时候，也是在我经历里，我认识了一个我的老师，他是中医世家，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是陆陆续续的跟他去学习一些，然后有的时候会去他那儿帮忙。我问你个问题啊，选择题，如果说陈小包给你留灯，李群也给你留灯，李群是你的西医企业，你会选择哪一家？我能先不回答吗？不回答。嗯，对。为什么不回答？看了后的给多钱。别忘了，翠生是你的西医企业，咱们做销售的话要讲究目标性。你既然上台了之后，你不针对你的目标企业做一些功课吗？能先保留一下意见。你知道吗？其实这个真的特别减分。比如说你今天就想拿下翠生生，这个是很好的机会，向你的目标企业表达你的善意。可是你拒绝了这样的一个机会。作为一个销售来说，求职也是销售自己，咱们经常说过，对不对？那么你觉得你这个求职这个环境，你拿捏住机会了吗？既然潮汐提到了李群啊，我们不妨来连线一下第二现场的李群，听听他对你到目前为止面试的表现。他有很强的亲和力，这是销售需要的一个目标，这个没有问题。同时呢，关于潮总这个问题，我是有话要说的。首先你Yeah. Please tell me that I can't, that I won't, that I fail, that I'll never make it out, yeah. Please tell me all the bad, never good, fill my head full of every single doubt, yeah. Please say any negative thoughts, I pop off when I hear people say I cannot. I get off to the thought of proving everyone wrong, I won't stop to the top, so you better back off or get lost. I'ma stay loud, stay proud, never running out, never heading south. I'll be spreading out, call it word of mouth, can't put me down, I'll be getting loud. You can have it doused, not what I'm about, have your f***ing clout. It be raining now, I keep making sound, go another round, bitch I'm legend bound, can't stop me now.You don't wanna fuck with me. I slow burn like a disease. Just tell me that I can and I'll show you things that you couldn't believe. 薪资就是潮汐啊。其实听到后来我明白了。如果说在最开始全场都给你留灯的时候，你展现你这个宜人性各方面都没问题。但是出现了灭灯。的确在这个时候你要根据场上情况的变化来有针对性的选择你的目标了。因为其实刚才你回答陈小波的时候，我听了半天我不太满意。小波脾气好，人有涵养，
人没多说什么，问了你半天你是不是愿意，你就直截了当大大方方回答。我想说一下，第一个呢，我特别喜欢你，你给我的感觉第一特别真诚，第二个呢你特别有耐心。但是呢，我想回归一个很本质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第一份工作和第二份工作都是因为家庭原因。如果你是那种比如说我想找那个销售，还是在商场里的 A 班 B 班很固定的销售，还是那种可以给你带来冲击力的销售，顾不了家，会经常的在全国各地游走，这种的你能不能接受？说实话我比较担忧这一点，你选择哪个？如果要是那个就最好是 A 班，就是相对安逸和稳定一点。对对，但是如果要多学习的情况下，我可以接受。人家也已经给出答案了，现在共同进入他今天的职场情商课。同事很敏感脆弱，总是向你抱怨很多事儿，你会一直开导他还是冷淡的？最开始我肯定会开导，但是如果说他还是在自己的一个领域里不能去改变，不能去自拔的话，我也许就会善意的跟他说，其实有的地方你要去好好沉淀自己。但是如果说他过多了，也许我会冷淡一些。什么叫过多的？就是一直说这个问题，其实底子里是一个职场边界的问题。我感觉他在能力上对于职场边界并没有把握得太好。那倩倩，我给你三个反馈，碰到这样的同事，第一个你可以先听一次，第二个呢你要给底线，你说这样的事我听不了啊。第三个呢你可以做转介，你说不行你去找别人说，或者是我知道有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更好。这样的话你既拉近了跟同事的关系，同时又能够帮他解决一部分困难，在你解决不了的你可以把他转出去，就不用两方面极端，要做一个这样的顺延就可以了。所以我听到在职场边界这头你是缺一个这样的转介的能力。好的好的。其实在我们自己作为创业者来讲，其实你会经常听到不同岗位上不同同事去抱怨你。那我遵循的一个原则就是对事的不对人。第二个，我说你如果讲抱怨这，你必须停在这里啊，我不要听。然后你立了这个规矩，大家就说不再会给你去抱怨很多的事情。我会告诉他，你心向阳光，你就会遇到阳光。所以这样的企业文化里面建立的是一种向上积极的文化。那回到职场里面的每一个个体来讲，我觉得也是一样，心里是向上，你可能就遇到更美好的事情。现在我们再次提醒刘登的三位企业家，请根据面试者魏倩倩今天的综合表现做出最后的选择，有请。祝贺你，魏倩倩，还有两盏灯为你留下，成功进入到今天你面试的最后一个环节，谈钱不伤感情。好，我们有请陈小波和赵小叶分别走上竞价台。倩倩你好，我这边呢是随风奔跑篮球俱乐部，我们是一家呢向3到17岁的青少年来提供这个篮球和体能课程的这样的一家机构。我们给到的待遇呢是4000的底薪，加上2000的绩效，加上提成和奖金。那么同时呢，我的确也觉得你可能是专业度方面可能还有提升的空间，所以一个呢是我们愿意为你做后期的这个培训，另外呢我们也会在你这工作里面放一部分的客服工作，我们给到你的是销服岗位。工作地点在北京，就是以后的工作都全程在北京。我们目前在天津是有公司的，但是我们天津还没有落地，我不能保证你在什么时间我们确保天津落地。倩倩你好，我给你提供岗位在天津，我们公司呢叫优赛生命科学发展有限公司，我们从事的方向呢是我们的生物资源存储，包括细胞治疗的技术服务。平常岗位呢是做健康管理师，工资待遇的话是6000加。那这个健康管理等于就是会涉及到很多吗？比如说心理学或者医学？健康管理师呢，实际上它也是属于我们市场销售的一个部分，它是偏重于销售以后的售后的一些服务方面，需要你有相关的一定的医学背景，包括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您的专业知识肯定是有所欠缺的，但是呢您的个人的亲和力是比较好的，我们并不需要有特别多的狼性，对于你来说应该是比较适合的。好的，只要你愿意进一步学习。好的好的，谢谢老师。接下来考虑一下，选择优赛生命或者随风奔跑篮球俱乐部，当然你也可以双双拒绝，说一声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
时间到，来，魏倩倩，告诉大家，你最终的选择是什么？不好意思，两位老板，我的选择是不去。好，我们请小叶和小波回到座位上，感谢二位企业家。回答一下，两位企业家可能现在心中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在我的简历上，我写的那个是崔生生。我的想法还是想去那儿。我想问问你为什么这么想去崔生生？因为不知道那头到底会教我什么，而这个品牌我熟悉，民以食为天嘛。不是说两位老板这个我不喜欢，是因为这个，以我目前的这种，我怕我真的是在工作上的时候出现了一些自己的状态，完之后会给二位老板或者是领导带来困扰。倩倩，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成熟职场人的做法。如果说你的目标企业是崔生生的话，你在节目录制过程当中的时候就明确地表达出我的目标是什么，然后我们会灭灯，然后给崔生生一个机会。潮汐啊，对你是爱之深啊，责之切。现在这个结果呢，球就传到了李群那一边。我们再次把信号切转到第二现场，我就问问李群，现在这个结果，愿不愿意给他个面试的机会？是这样。首先呢，非常感谢倩倩对我们崔生生的厚爱，我感觉特别荣幸，特别开心，真的很开心。那么如果说你坚持的话呢，我会跟我们公司的 HR 去联系，让他们给你做进一步的面试，你看可以吗？可以，好啊！谢谢李群，谢谢，也感谢最后提供岗位的陈小波和赵小叶，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再见。谢谢。来，让我们请出下一位求职者。王信元，23岁，哎呦，漂亮哎！四川文化艺术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毕业。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我叫王信元，今年23岁，我毕业于四川文化艺术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那今天来到这里呢，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我呢用一个字来形容自己，就是快，做事快，说话也有点快。谢谢。欢迎你，信元。哎，这小姑娘我喜欢。你们的一厢情愿，你最后准备冲上去抢人啊？学播音主持的，是的。哦，坐在我们两位人力专家中间的，这是你的？这个是我的大学同学。同学，您怎么称呼？各位老师好，我叫何子健，我今年22岁，我来自于四川成都，大学和信源是同一个学校的，我们认识已经有5年了。然后今天陪他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是希望他找了一个自己满意的工作。谢谢。王信源说他说话快，我感觉你说话比他还快。我们俩说话都特别快。你是学什么专业的？我是摄影专业的。那你一个摄影专业的，你怎么认识我们播音系的女孩啊？当时是拍作业的话，然后正好就缺模特嘛，然后就找上了信源。你怎么评价他呀？先说优点。我觉得她是一个对事非常认真，然后乐观开朗向上的一个女孩子。缺点？之前我认识她的时候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温文尔雅的人哈，但是就是时间认识久了，因为她性格也比较急，然后就发现她其实脾气是稍微有点大的。比如大胆的说。有保险吗？我没有买保险。为什么让你坐在两个人力专家的旁边？我们李春雨老师，您站起来1.9米大高个，绝对能挡一堵墙。你就大胆放心的说。就之前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小事不合他的意，他就会把小事反过来复过气的说，然后你说他还不高兴，就这样。我这人不爱挑事，你细说了什么小事？你说点有点画面感。对，就比如说你给他去买冰淇淋，然后他吃草莓味的，给他买的是原味的，他就生气了。他给你钱吗？他让你买这些？不给。哇哦，那你怎么又心甘情愿给他花钱呢？他过来给我帮忙弄东西啊。给你帮什么忙？你们都毕业了吗？之前拍作业。哦，懂了，你就是让人家给您当女主角，然后人家呢？他也不给钱。对。然后你就平时让他给买点小零食啊，工作餐啊什么的，就是相互帮忙。哎呀，那你不花钱用我们播音系的女生，还说出那么多的缺点，你这情商不行。哎，我多问一个不该问的问题啊。
我没说他是你男朋友，你是不是挺希望身边有这么一个人，给人感觉像你男朋友，然后以此来挡住一些不怀好意或者你不喜欢的人，有这个目的吗？没有，因为我跟他走出去，很多人都会说这个是你弟弟吗？然后更有一次很夸张的是，上那个出租车有人问你来接你儿子吗？我当时就觉得有点离谱，因为我们俩出门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我可能会比他大一点，是比较好的合作伙伴这种关系。那你们现在工作在一块吗？工作之前是在一块，因为他现在处在一个初创业阶段，我们毕业之后他就创业了嘛，办了一个小公司，然后我就经常会帮他公司里面的小业务去做出镜啊，包括直播啊这些。又白使唤你，给钱给钱。哎，那不对呀，你带着钱老板来找工作，但是他不稳定啊。说说这个怎么学的播音主持？因为当时是一个契机吧，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姓郭，他就让我去参加了我们学校的一个这个艺术节的主持人选拔，没有想到把我选拔上了，站在舞台上那个灯光一打，我觉得我想要的感觉来了，就很喜欢这种感觉，突然发现那个位置特别适合自己，对，我非常喜欢。那后来呢，也是因为喜欢走上这条道路去学的艺考。好像你初中时候的成绩不是特别理想，是不是？是的，是因为小的时候有那么一点点的叛逆，因为我的父亲管我比较严格，比如说鞋子要摆正，衣服要穿得整齐，地上不能有头发丝儿。我一回家我爸就会说啊，你一回来家上全是你的头发丝儿。无论是在生活上跟学习上都是受到了我爸比较大的一个限制，所以导致了我物极必反嘛，有点叛逆。我插一句啊，你爸是做什么工作？我的父亲在新华书店上班。看，你不能把漫画和字典摆在一块儿吧？你不能把菜谱和尼采的书摆在一块儿吧？为什么大家到书店一看整齐有序，说明这个工作对人是有影响的？是的。我想问问你们生活当中的你们有没有职业病？我先说我吧，我现在就有，我听到什么字音不对我都想纠正。朋友之间聊天说什么，哎呀大出血，我说那叫大出血。流血牺牲，我说那叫流血牺牲。哎呀你看我鼻子流血了，我说那叫鼻子流血了。然后人家就说你闭嘴吧行吗？就经常是这样。你们生活当中会有这种职业病吗？会有，因为我是做执行的嘛，然后我的专业是学设计，就我整个受到的训练就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啊。有时两口子吵架吵的是感觉，但我就不是特别擅长，所以现在我跟我老公在沟通一些感情问题的时候，我们是用思维导图的。刚才咱们听杏园说了爸爸管得很严，那你到高中又想考艺考，父亲对于你的这个决定支持吗？支持，因为我的父亲虽然管我比较严格，但是我能深深地感觉到我爸爸对我的爱。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家，因为我爸是工薪阶层嘛，就是家里面是没有那么富裕的。那个时候我学艺术，后来算起来一共是花了大概十几万。那个时候我爸他都是把自己的积蓄全部拿出来了。其实后来我懂事之后想一想，我觉得我爸真的很不容易，他在用他的这么多积蓄来赌我的一个未来。因为那个时候我跟我爸很诚恳地交流过，我说我一定会好好学习，不会让你失望，所以希望你能够相信我。我当时是很认真地跟我爸聊了一晚上，后来我爸就决定让我去学这个艺术。确实我也没有辜负我父亲对于我的这一份信任，他赌对了，我也考上了一个本科。进入高校以后啊，我们看到获奖经历写着第十四届全国青少年艺术展评四川地区大学语言组二等奖，四川省主持人大赛三等奖，真棒啊。我看了你的资料之后，我觉得总是在兼职实习兼职实习，你这样做先跟我说说你的想法是什么？首先第一个是希望能够尽快做到经济独立，我也不希望他们在大学之后还依旧去负担我额外的生活费啊，包括其他的一些费用。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进入了大学之后已经算半个社会了，我希望为自己以后做准备。你都做了哪些实习和兼职啊？我是从发传单兼职开始做的，那后来我觉得这个兼职满足不了我的成长需求，也满足不了我的经济需求，我又去到大二的时候通过朋友介绍去干了车展的礼仪。那个时候工资是涨了，虽然涨到130块钱一天，但是呢我在车展上看到了模特，我了解到他们一天的薪资是400块钱，然后呢也是走秀，这个呢是有一点技术含量的。从那之后呢我就回去自学走秀，在第二年的时候参加了那个品牌的车展面试，然后没有想到是把我给选上了，当时很高兴很高兴。那杏园，你介意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给大家
简单的来展示一下吗？试试吧，好吧。好。比较冷艳哈。小何，你觉得他走的怎么样？好，这情商你看上升多快，给他打打气，加油！就你可以把你平时做主播、做主持的那种感觉拿出来，勇敢的面对镜头。他做过主播和主持？对的。哦，我看到了，去年的九月到今年的三月是某传媒公司的主播。嗯，你带过货吗？带过货。卖过什么？减肥产品，然后还有这个大健康类产品，还有零食。那你为什么意向企业是中航科工呢？因为我看了一下，我还是蛮喜欢中航科工这个企业的，觉得他们比较厉害。你的这个期望薪酬6000到8000，是的啊，工作地点不限，你找的也是主播和新媒体方向。嗯，你指的新媒体方向是哪些具体的岗位？比如说讲师啊、培训师啊，包括展览厅的那些讲解员啊，都可以，都没有问题。都可以啊。对，好的，既然你做过主播、带过货，我们先想问一下，有没有过往的资料能够给我们展示一下？有的，我今天带来了我车展时候的商业主持，还有我出镜的，还有我直播时候的一些片段啊。看看我们播音系的学生，来面试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资料准备的都全。来，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主金顶鹅。安坑人早上起床睁眼的第一件事儿，绝对在想今天早餐要吃什么。那么最属有特色的就是安康蒸面了。今天我们就走进了安康的一家蒸面店，一起来看一看安康蒸面到底是如何制作的。扯站您啊，它是一款能够让车内的每一个人都能在自己的位置上拥有极致舒享和便利体验的超能运享舱，流畅车身，线条设计。主持顶啊，理想生活盛典的活动现场。我是主持新员，在此我仅代表主办方向现场各位来宾的莅临表示衷心的感谢。直播实顶啊，是的，有的家人朋友打一个有字哈，我跟大家说，以上的所有情况全部都是由于缺钙导致的，好不好？来，好多宝贝说，我平时经常在喝大骨头汤啊，我经常在吃一些蔬菜瓜果来补充钙元素呀。但是我跟你们讲哈，6斤大骨汤才能够抵你每天身体里面所需要的200到500克的钙含量的一个补充。但是我问大家，你们平时每天都能吃6斤大骨头汤吗？不能，是不是？你别说，真不错，做什么像什么。就我开始挺担心的，开始的时候有一点太正了，但我没想到最后啪放出一个直播来，他用一种特别正经的一个形象说出特别放松的话，那个是我特别有惊喜的，我觉得很棒。这样吧，我提议啊，大家给你出个题，然后你现场给我们模拟带个货，行吗？行，可以吗？嗯，你们说卖点什么？脆生生好了，那就卖脆生生吧。脆生生，脆生生薯条啊，吃过吗？吃过。大老师，哎，谁说话？第二现场，谁？哦，来，我们看一下第二现场，我给你介绍一下。嗯嗯，这就是中航科工的负责人，嗯，许立强先生。许老师您好。我们现在有一款产品，然后我想让你试一下，把这个产品卖给现场的企业。你呀，你这样，你先让人家卖食品。我们现在那款产品也是食品，用航天技术转化的雪糕，然后在常温状态下3年不化，不用在冰箱里冻。我觉得可能对于杏园来说太陌生了。对，陈薇说有道理。杏园，你愿意接受许立强的邀请吗？我觉得可以，因为我如果新拿到一个产品的话，对于这个产品不了解，可能我对他的这个讲述不是那么具体，但是我想让现场各位企业家们主要看一看我这个直播时候的、那个、我们第二现场有个提议，就是能不能雪糕和薯条两个都一起卖。一起卖可以，接下来我就把舞台交给杏园，好吧？来，杏园可以跟许立强进行对接。老师，我想问一下，您这个雪糕它是为什么能够做到3年不化呢？这样的，因为我们目前用的航天的冻干技术制作的雪糕，然后再加上这个真空包装，我们目前是3年不化。那咱们这个价格的话，就是它是比较平民的一个价格，还是可能比较高一点？目前我们在中国科技馆，然后应该是卖到40多块钱一块儿。它这个口味的话，基本上是哪些口味呢？有多种的口味，因为你在这个冰淇淋嘛，对吧？多种的冰淇淋，草莓味的，
然后菠萝味的什么都有，包括目前咱们那个太空上的三名航天员吃的冰淇淋是我们同款的。啊，就是你的冻干技术是最重要让你三年不化的原因，这里边有没有，因为他不懂了，这是你最最重要的差异化的一个产品吧，或者有科技含量，所谓在太空走一圈的话。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目前咱们吃的方便面的蔬菜包也是用的冻干的技术，就是脱水蔬菜嘛，然后我是把这个冰淇淋的水分然后给脱水保鲜冻住的。我觉得这徐总你这带货就不行，问了半天我们都没问出来。这样吧，咱就有限的这些信息看看杏园怎么卖好吧。可能信息我了解的没有那么的透彻，对于产品讲解的可能没有那么全面，就请各位多多包涵，然后主要看一看我直播时候的状态吧，谢谢。好，来，我们也请音响老师给你配一点音乐啊，我模仿一下直播间的状态，三二一，现在开始。Hello， 各位宝贝，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直播间。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家的一个冻干技术的冰淇淋哈。那现场所有好朋友听到冻干，是不是有点疑惑？说，哎，这个冻干怎么能放在冰淇淋上面呢？我跟大家讲一讲哈，咱们家冰淇淋呢是中航科工生产的。你们在我们家买到的所有产品，你们一定是买的安心，买的放心的。来，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咱们家要做这样的一个冻干技术的冰淇淋。首先第一个呢，现在夏天来了，对不对？大家都有这样一个吃冰淇淋的一个需求了。但是呢，有的时候你那个冰淇淋拿到手上不到十分钟，因为太阳的这个高温马上就要化了。但咱们家呢有一个特质，这个冰淇淋可以做到三年不化，常温保存的，是不是很方便？来，今天所有想要咱们家这一款特制冰淇淋的宝贝，赶紧把小 EQ 在公屏上。今天咱们家呢线下的价格是40块钱一支，但是呢今天咱们直播间因为是第一天直播，想要福利价格、冰点价格的宝贝，赶紧把小一打在公屏上。咱们运营来截图一下，今天呢所有打了小一的宝贝全部给到大家35米的一个优惠价格。所以说想要咱们家优惠价格的一个朋友，抓紧时间把小一打起来。来，倒计时，5、4、3、2、1，上链接，谢谢。哇，真好。哎，没有，还有薯片了。好，那今天呢咱们把这个冰淇淋给大家讲到位了，很多朋友都很感兴趣，对不对？没有抢到没有关系，咱们等会儿呢根据大家的需求再来给大家补一波库存。那我相信呢大家平时喜欢吃冰淇淋，肯定是爱吃零食的，对不对？来，今天咱们让大家把零食一次性吃个够。咱们家脆生生薯条肯定有很多老粉在我们直播间，对不对？因为昨天真的是一上架立马就售空的一个状态，今天在我们直播间还有很多老粉朋友在等着的，所以我们就话不多说了，给大家简单讲解一下哈。首先呢，咱们脆生生是有很多种口味的，包括咱们家新出的一个巧克力口味，非常的香醇可口。喜欢吃巧克力的，喜欢吃这个牛奶味的，喜欢吃原味的，一定要看过来了。今天咱们家呢给大家出了一个三种口味合一的包装，大家只需要去到我们一号链接里面看一看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家线下这样的三包装呢是需要花到59.9米的，但是今天咱们家所有给我点了关注Q 了一的粉丝朋友，我给你们直接19.9米三包带回家，给不给力？来，给力的宝贝抓紧时间把给力 Q 在公屏上，咱们运营截图一下，倒计时，5、4、3、2、1，上链接。哇，太棒了！啊，他其实打动我的第一个点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说，你可以选择不接受刚才徐总的那个做雪糕，因为你可能不太了解。但是他第一个特别打动我的点就是，他说没关系。我来主动迎接这个挑战，可能我会对信息了解不足，但是我认为我可以尝试一下。我觉得这个是你特别打动我的一个点，就是迎难而上，并且呢其实你是有所准备的。然后第二个点呢，就是你在这个表现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整个语言还有结构还有全流程都让我觉得很舒服不错。但是给一点职业的建议，就是您只能目前表现出来的状态，你是没有个人 IP 的。你要知道在做直播这件事情，个人的魅力是非常重要的。你是一个没有个人感染力的人，但你做企业主播非常适合，会讲得很专业。但是如果他自己开直播间卖货，他的效果一定不好。但你说现在我到企业当中帮助企业代销产品，那我觉得刚才做的是非常不错的。其实心源，我其实上来的时候就特别好奇，为什么叫中航科工和这个漂亮的女生？那我慢慢再找到答案，可能爸爸的这种教育的方式以及你的自我的独立，所以我会
看到了你自己内在的有，我觉得比较女性的一种力量哈。你在提问他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你是特别有逻辑有条理，问出了三个关键性的问题，问技术，问价格，问你接下来的整个的促销的方面，我觉得你问这三个核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你是非常有逻辑能够解决问题的。那么第三块呢，我会觉得陈薇提醒你的一点特别重要，是说主播或者直播是我的一个工具，还是我就要成为那个主播去卖货，这是你一定要想清楚，一个是以货为主导，一个是人为主导，这是你要去思量的。好的，好，面试进行到这儿，哎呀，真不错，大家都留着灯了哈。接下来，要不然咱们休息一下。那今天我们的天生我有才环节，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技能展示呢？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叫《爱要坦荡荡》。来，让我们掌声欢迎王杏元。越看他往后走，就觉得除了外在的完美，内在也越来越完美。嗯，谢谢。不过听到这儿，我想问你一下，你把生活或工作中印象最深刻的事写为晕倒了，头缝了十几针，当时鲜血满地，但理性告诉我要先解决问题，不顾妈妈的搀扶跑到急诊缝针，爸妈担心的流泪，我深知哭不能解决问题，以后也更坚强了。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在大三的那一年在家里面上网课，那天我是起来给我妈妈开门来着，但是因为脑子可能突然缺氧了，就整个人垂直往后倒。等我再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妈抱着我在哭。我们家那个茶几它不是实心的，是空心的，只有一层玻璃。那个时候我回头一看，全是玻璃，我以为我只是把玻璃砸碎了，我跟我妈说没关系，我妈说孩子你头上血都流成这个样子了，然后我就一摸，包括我全身都是那个血。当时我其实也没有想到任何的害怕，因为我想着我要赶紧就是去医院，我当时就跟我妈说，我说120肯定来不及了，离我家有点远，然后那时候血已经流得非常厉害，因为我能感觉到那个血在鼓鼓鼓鼓的往出喷的感觉。然后呢，我妈就赶紧把我拉到楼下，我们就开始挡那个出租车，没有一个人愿意拉我，因为他们很害怕我浑身全部都是血。这时候有一个老爷爷，他开着那个老年人的那个车到我跟前说，孩子赶紧上车，然后我们就去了医院。那个时候我妈妈就是已经慌了，完全没有任何的主张，我就跟我妈说，你先别动，我先进去，我就赶紧跑进去，因为我害怕我血流太多等会儿晕倒了，我妈更拽不动我，就没有办法了。那时候我满脑都想的是这些处理问题，然后我就赶紧跑到急诊室叫医生救命救命，然后医生看到我之后就赶紧把我拉进去就开始缝针。然后我爸爸来了之后呢，我爸就是声音都颤抖，就问怎么了，然后就在外面哭，因为当时那个场面确实挺害怕的。后来呢，缝了是14针，在家里面休养了3个月，当时觉得没什么，后来回想起来觉得挺佩服我当时那个心态的，就是一直在想怎么去把这个事情赶紧解决掉。这个事情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觉得就是第一个一定要珍惜生命，因为当时呢那个茶几是空心的，医生说了你空心
下去是因为有一个受力点，这个伤口帮你挡了一截。如果它那个是实心的话，你摔下去可能会造成内伤，那个后果不堪设想。第二个就是我觉得遇到任何的事情一定要想办法先去解决，解决完了之后我们再说其他的。哎呀真不错，挺懂事的一个孩子啊。我看到这个新元99年，你大我儿子2岁。Yo, I'm like an addict, do I gotta have it. I ain't even playing, got a really bad habit. If it moves, gotta grab it, fuse like a magnet. Lose, won't have it till I'm doomed in a casket. I ain't playing, got a weird mind. If you work 8 hours, I'ma work 9. If the shit tastes sour, you should taste mine. I'ma stay in power for a long time. Get up, nah, I ain't a quitter. Toss me the ball, I'm a really big hitter. Big picture, I'm a straight killer. Rising the song to the highest bidder. Got juice, got gas, I'ma move fast. New shoes, new tracks, like who's that? I'm new, come back, better than last. Yeah, it's a new me, never gonna look back. I'm never gonna look back. Cause damn, I was built to last. You move slow and I move fast. And that's facts. Only I can make a change. Slowly take a step today. I will never be the same. Cause that's what it takes.先生灭灯了，小波想问问你灭灯的原因是什么？星源，我挺欣赏你的，但是确实很遗憾，我们这样的企业没有主播这么一个位置。哎呀，遗憾。另外呢，我想给你一个建议，就说你看你做大健康方面的主播的话，无论卖什么东西，自己心里一定要有数，一定不能够做一些过于夸大的宣讲。可能短时间你会有一定的收益，但是从长远看不利于你自己的人设。好，感谢小波。谢谢陈老师。那么接下来我们一同进入到你今天的面试职场情商课。你一直兢兢业业，业绩也不差，但无意当中发现领导给你的绩效评分是全组最低的，你会怎么办？首先呢，这个前提是我一直兢兢业业的在工作，这个呢证明我的工作态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个时候我会主动去找到领导，会去跟他沟通为什么我的分数是最低的，最低的点在哪里，我希望我能知道这些点，从而来得到一个改正跟进步。我觉得他就完美的体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思路，特别好。第一个分析原因，第二个从原因中找到自己哪些能改变的，接下来设定的行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理性解决问题的方式，然后跟他的所有的表现都是一致的，他是一个很理性的人。那我也希望在这个理性上，你需要很清晰的跟企业家传达一个观点，也就是在你主播作为职业起点之后，你未来2到3年你的个人的职业规划是什么。是这样的，我以前是做商业主持的，因为成都的市场有一点点饱和了，所以我想尝试一下主播这个行业，因为他们两者可能有一点相像，但其实你做起来知道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刚做主播也就3个多月一点点，这个时候我希望自己能够把这个主播再做上一段时间，因为我毕竟刚入行，我不想放弃。那到后面呢，我希望能够融入企业，根据企业的未来需求，然后调整我自己的一个职业发展方向，只要是跟我的大方向新媒体是融合的契合的，就没有任何的问题，我都会为之做出努力和学习的。那个大卫老师，我特别想帮信源实现他今天的愿望。咱们给那个中航科工的那个徐总一个机会发言的机会好不好？因为中航科工的徐总是他的心仪企业。可以，你跟李强谈谈吧。那个徐总啊，你觉得这姑娘你想不想招她？这姑娘非常优秀，我们也一直想给她留岗留到最后。但是你今天处在一个劣势，就是只有我们台上这7盏灯全部灭了，你才有机会。你想不想努力一下？我接下来想请求大卫老师把他们的灯先灭掉。这个游戏规则你了解吧？只有第一现场的8盏灯全都灭掉以后，我们才能征求第二现场企业家的意见。严格意义上来讲啊，他在第二现场他不能选，但是呢你又这么优秀，潮汐呢又给你说情，你看看潮汐一说，小叶就灭灯了，黑锦也灭灯了，哎，
不是诱导你们啊，你们要冷静啊。不是，不是诱导你们，我想把更多的机会给徐总。我要支持一下立强。对，哎呀，徐总，我觉得徐总这一点做的不太好。你把这个球踢给了大卫老师，抢人怎么能让大卫老师抢呢？你必须得自己抢。最后的机会啊，要不然你这个屏幕就灭了。赶紧争取机会去抢夺一下人才。啊，这个人才我们要定了。要定了啊？嗯。那你怎么样才能把我们三盏灯说灭了？我觉得朝西总你也不必如此，先让人家介绍一下他企业的新媒体部门，让信源有更好的了解。他一个初出茅庐刚毕业的大学生，那现在有其他的老板想要给他机会，为什么你总要为别人做主呢？现在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中航科工他的新媒体部门不好吗？让我们有个比较。徐总你自己选，你想做什么？你是想介绍企业还是想跟我们三个人谈？我觉得啊，朝西先生只要他是人才，到哪儿我觉得都能发光，啊，我们还是要遵守游戏规则。当然，你如果真感兴趣，听完这些人给的灯不满意，你可以走。走完之后可以去第二现场跟许立强再聊。来，我们先请许立强介绍一下中航科工的新媒体部门，有请。你好，信源。嗯，许总你好。那个，我们中航科工目前是中国首家民营的商业航天企业。然后我们新媒体部门的一个架构啊，目前不是很健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目前的产品线，然后新媒体这个民营技术转化是刚刚上的一个产品，然后我目前不太建议你去做这个产品的带货，因为我们也目前没有团队来去孵化你的个人 IP。 然后我建议你能从我们单位的研学基地的讲师做起，去孵化你的航天 IP， 然后你再去做我们后续的一些产品。嗯，我就是想说从讲师做起。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三位留灯的企业家最后会作何选择。祝贺你成功进入到谈钱不伤感情。有请何丽、贾军走上竞价台。啊，圆圆，我非常看好你，聪明有脑子，同时呢有担当，所以呢在这里我特别给了你一个岗位，我的助理的岗位。当然我也会做大量的直播，在这里呢你会辅助我啊，我给到你的薪水是8000加，工作地点在北京。你可以问贾军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岗位到后面的话，是一直做您的助理，还是我可以有其他的一些晋升的空间？我告诉你，我的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就是做助理。我从一个助理最短的时间3年，在20多年前我已经占年薪30万，我有机会创业。同样在我身边待过的每一个助理都成为了公司重要部门的岗位上的领导。明白了，谢谢。我们法电室呢是做一个法律加科技的这么一个公司，我们给您的这个岗位是运营，以线上运营为主，然后工作地点是在北京，底薪是1万以上。好，谢谢。好，感谢何丽，感谢贾军。接下来王兴元在法天使和东方爱婴之间选择其中之一，或者双双拒绝，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来告诉大家，王兴元，你最后的选择是？我选择中航科工，谢谢。感谢贾军，感谢何丽。这姑娘还是很笃定哈，这小孩的目标真的是明确呀。但是有点可惜，他不是很灵活。他认准了这个目标不调整啊？不调整目标是不 OK 的。我觉得不 OK。不 OK 的。你要徐总听咱俩说这个会一丝丝不开心。不管他，不管他。我因为啥？毕竟在这边他就是做一个讲师嘛。对。可是跟在这个董事长身边，我觉得徐总真的可以考虑一下他更多的可塑性，对对对，而不是限制在某一些特定的你能给出的岗位上。因为他可做的东西其实可做的事儿挺多的，我觉得你可以再给足一点东西。成长的空间，对，成长空间，这本身也对雇主也是件好事儿。静源，我想大家包括观众朋友也好奇，给的岗位和薪酬都不错呀，为什么结果是谢谢再见呢？
第一个就是北京有一点点远，第二个就是因为我来之前确实对于中航科工做了很多的一个准备，我对他们的这个航空航天的知识非常感兴趣，我也想做他们家的讲师，从而也学习一些航空航天的知识。不管怎么说，既然是您个人的选择，我们大家尊重，也希望你在台下和许立强接触的过程当中能够达成协议，祝你今后生活工作愉快，加油。谢谢老师。拜拜。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 接下来，让我们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求职者。余杭，23岁，吉林动画学院表演专业。各位老师好，我叫余杭，来自吉林长春市，今年23岁，就读于吉林动画学院。我的求职宣言是：持真诚以待明主，持论经以待明君。欢迎你，欢迎你，余杭。先问你一个问题啊，这是你第几次看非你莫属？这是我第三次看非你莫属。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在我大二的时候。今年你没再看过吗？前几天的话我看过。看的是哪一期啊？哪一期我记不太清了，我是在短视频上然后刷。那是个求职啊还是调解呀？也是就是一个人求职，也是您主持的，但是真的具体的我记不太清了。那就很遗憾了，我向您道个歉，我能力有限，没给您留下足够。不是，那不是，那是我是我记性不好，是我记性不好，是我的失职哈。这个跟你们表演的人打交道特害怕一点，就是不知道你们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你认同这句话吗？不认同。为什么不认同？我认为演员都是真性情的人。你说你们演员都是真实的，那你确实是真实的。来，我们看一下他这个报名表啊，就够真实的。你这个经历这一块全都是空白啊。那你实习经历有吗？我的经历就是一些兼职类工作。他觉得那不算正式的工作经历，所以就没写在上头。对啊，没关系。其实呢，简短的实习或者兼职经历让企业家了解到你的优点和长处的话也可以写啊。那你为什么就是非得学表演呢？因为我从小有一些机会吧，就是我去剧组去演戏。什么机会？就是选演员嘛，然后我就去，小时候我就去面试去。都演过什么样的小角色？就是给一些广告代言，但是现在那些广告都找不到了。那这个挺好的。然后还有在同一首歌上，在蔡国庆身边他唱歌的时候，我在那儿左右手这么挥啊。对，还有什么？我小时候是学武术的，没事的话就会参加一些市里的比赛。哦，看到了，12岁获得长春市男拳第二，男刀第三，男子的男。既然你会武术哈，刀我们这儿没有，来几下男拳行吗？没问题。站到舞台中间，咱们掌声欢迎。来来来，雅韵点评一下吧。雅韵是这个拳的专家，都是花钱秀腿。但是我看他那个就是整个体式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这种力量感呀，包括那个招式都还在。你是刻意为了这个录节目练的，还是说你其实一直保持练拳？其实这个套路一直在我记忆当中，不管什么时候，可能到我40、50岁的时候再想起来，我还能打这套拳。再说回到刚才他那个参演影视作品的这个经历哈，当时你们家里谁带你去？是我母亲。妈妈是对文艺这些方面感兴趣吗？感兴趣。妈妈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吗？有过，但是她不是就是专业这方面，就是业余爱好。或多或少是不是也影响到你了？肯定会影响到你。小小年纪就跟这个影视拍摄啊
就有了联系，这是促使你选择表演的主要原因吗？是主要原因。慢慢的我就爱上了做演员的这个感觉，能演不同的角色，能体验每个人的不同的人生。所以说我就慢慢的喜欢上这个东西了。然后在高二的时候，我就毅然决然的去选择艺考。你们是表演专业，应该都会有一些你们实践的短片，对吧？有话剧《驴得水》是我们的毕业大戏，然后我是反一号的特派员。有视频资料吗？有。来，江一，满足你的想法啊！来，我们看看大屏幕。你们知道我这次来是为什么吗？知道啊。怎么知道呢？不知道啊。不知道啊。想知道吗？也快点的吧，别那么急着了。铁男，怎么说话？知识分子的脾气，我很欣赏。哎，我没事。暂时看到这里，来给一点掌声。大宝老师，我为什么您跟我说的时候我在笑，其实我看到是说关于那个直播带货，我们自己其实会有这种给我们服务的企业会去做直播带岗，它一定程度上也是我们这个领域的直播带货。所以第一是说你到底对真实的职场有没有一个体验或感受可以分享一下，第二是说演员，我们现场好像没有人是正儿八经招演员的吧，对吧？那在主播这一块你到底想做哪个类型的主播？如果只是演绎，我说实话，我们自己企业内部的想要和你一样上位的演员真太多了，不太需要一个专职的。我真心说哈，这是真实职场的环境，所以我觉得你需要有一个对自己的定位。老师，我的就是能做一些剧情向直播的那种带货是没有问题的。什么叫剧情型的带货？就是前面铺垫一些剧情，然后来一个产品，就是他就写剧本。他做不了直播带货啊，就他的状态，他其实是一个这个有小傲娇的那种感觉，他不是很放得开。而且吧，他语速太慢，直播带货就是语速得特别快，因为你要快速的把这个信息再传递啊。对，你滑到你这儿，基本上这个信息你就得传达出去，没有人给你太多的时间让你说慢慢悠悠听你说，最后给你停留。今天呢，我们为你准备了一段独特的视频，他是谁呢？咱们一起来看大屏幕。我是余杭的妈妈，这个孩子就属于那种比较踏实，就是比较节俭的一个孩子。从小就是，我就带他逛超市的时候，我是往里面往那个篮子里面装东西，我家孩子往外拿，说妈，你别买那么多了，浪费钱。就包括他现在，我每个月给他生活费呢，就是1500块钱，他从来没跟我抱怨过。这次参加非你莫属，他穿的这套西服也是，就是我那么让他买，他都不肯买。就是我后来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是逼着他，领着他到商场去把这套衣服买的。买了以后他就觉得，心里挺不得劲儿的。他说妈，你看这么贵，就说啥不让买。当时我那个心情说不好，反正就是挺不舒服的，觉得孩子长大了懂事了。在这儿呢，妈，我想跟你说一句，就是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就说到这儿吧，谢谢大家。雅君认识余杭的妈妈吗？我就看得很眼熟，是不是妈妈是不是上过咱们舞台啊？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余杭的妈妈呢，现在是在一家房地产经纪中介。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啊，我在是啊，磊哥在哈。对，就是那个调解的。之前某一期直言不讳当中，我们调解矛盾纠纷的当事人之一李姐。我为什么问你看没看过节目？我就没想到你妈来参与非你莫属，你不知道这事儿吗？她来参与非你莫属。哦，那不怪你了，对不起。
还以为说他妈妈来录制节目，他多少看看是吧，了解一下我们这个舞台，了解一下我们面试的这个环节。我母亲来过非你莫属，我还是真不知道。因为就是那一段时间我在兼职，没有第一时间去了解我母亲那段时间在干什么，我母亲也没跟我说过。但是我也非常好奇我母亲在《非你莫属》这个栏目里的表现，所以说我回去一定是会观看一下这期节目。能问问这身衣服多少钱吗？2000多一点。2000多一点还行，不贵啊。家里缺钱？因为之前我母亲就是做生意赔了一些，然后可能家里的情况不是很好，那时候我就觉得不能就是再靠家里了，我就想出去做一些东西能补贴补贴家用。你最近忙着打几份工？有活我就去，有活我就去。那你这些有活就去都是跟演艺相关的活吗？不一定全是，有的就是给直播间就是露个脸什么的，还有的就是比如说装修的一些，就是给人家换个暖气，换个煤气灶啊，然后再。啊，这活也干？都干，只要有活我就会去干。我觉得好让人心疼。要去做很多不得已的选择。他比我儿子大一岁。哎，那我就想问你啊，像你妈妈刚才表达的，你从小那么懂事儿，你也是对挣钱是有欲望的，嗯，而且做演员多少我们觉得收入有可能不稳定，那你在选择岗位的时候，就比如今天你是也选择除演员以外的工作岗位呢？考虑可能也不是直播带货，可能就不出镜了。就比如说我就觉得你特别喜欢篮球，就小叶那儿可能也能有岗啊，就还挺合适，个儿也高高大大的。我挺喜欢这孩子的，就是他就感觉很纯良。你平时有什么业余爱好吗？打篮球啊，唱歌。咱唱一会儿，可以。好，来，咱们给他点掌声，欣赏一下我们的余杭为我们带来的歌曲表演。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牵着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是鬼迷了心窍也好，是前世的因缘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黑锦和李雨欣都灭了灯，剩下四盏灯。来，先看职场情商课。领导说这个事儿你抽时间办一下，你觉得领导的潜台词是什么？如果我的主要工作做完了，我有时间的话，我肯定会把这个事情完成的。如果领导交给我的这个事儿是正在我主要的工作区域当中，我没有真的有时间去抽出这个时间来做这个跟主要工作不产生关系的东西的话，我会觉得这个东西会往后安排一下，然后我再给领导先放一放。对，先放一放，然后在主要工作做完之后，我再去做这个领导给我安排的这件事。先记着手头的干完以后再干他交给你的这活。对，哎，那我在这个问题上多问一句，就比如说你做完手头的活，然后这个时候刚刚下班5分钟，然后这个时候你要完成它，还是说你决定第二天再做？我当然完成它，我一直都是今日事今日毕的。领导没说哪天，你抽时间干一下。我肯定尽快干完。坦白说，余杭刚才这个回答我不是特别的满意啊。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对于你来讲，相对来讲你既没有回答出你的情商的视角，就是回答领导，比如说领导交给你办了，肯定这件事他是有求于你嘛，对吧？你的回答那个态度是看紧急重要，这是一个职场逻辑，但是你没有讲出情商，哎，领导这样交代之后我应该怎么回应领导。所以这一趴的话你确实缺少经验，所以总结下来我就觉得你还需要在职场里面遇到一个好老板，教会你怎样更好的解决问题。最后的时刻，
我们请叶子龙和赵小叶考虑一下，做出最终的选择。三二一，有请。就剩咱们两个了吗？对。好，时间到，祝贺你，叶子龙和赵小叶都给你留灯了。你成功的进入到今天面试的最后一个环节，叫做谈钱不伤感情。有请叶子龙和赵小叶走上竞价台。你好，我们随风奔跑篮球俱乐部是一家做青少年篮球和体能教育的这样的一家公司。因为我不能确定你未来是更适合在教学方面的支持，就教务工作还是销售工作，所以我给你开的这个岗位就是你有选择的权利。如果你来我们公司，我想对你进行下一步的考核。但不管你是哪一个岗位，那么我们都是5000+的这个底薪。我想问的就是有没有这个教学培训之类的我们的那个教练员培训呢是由我们的总教练亲自完成。那我给你的岗位呢就是符合你的这个现在的兴趣，就是做线上运营线上运营呢除了做运营之外呢也有机会出镜。你现在既然是个还没毕业的学生呢，你先来学习，我们有一个线上运营部，到时候呢你来学一学如何做线上运营这些工作。地点在地点就在北京。提问。没有问题。好，感谢二位企业家。接下来余杭考虑时间计时开始。好，来，余杭告诉我们，你最终的选择是随风奔跑还是梅尔慕眼科医院？随风奔跑。祝贺，谢谢余杭，祝贺赵小叶，感谢叶子龙先生，来和两位企业家握手致谢，有请。特别遗憾，特别遗憾，不好意思了。特别喜欢你，欢迎加入随风奔跑。然后，如果眼睛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送你去院长那边看。我吧，想跟你说一句话，李女士来录制我们那期直言不讳的时候啊。我真的是职业生涯当中少有的尴尬，大姐全程不让我说话，真的，我当时啊，要不是说啊，我图这份工资，我真的我就站起来我就走了。现在还堵心呢？不是堵心，就是觉得这大姐表达能力太强了。所以第一，你走上表演这条道路，你在毕业的作品当中那种良好的表现，它是有一点这个遗传基因的。第二，你有一个好妈妈，你妈妈在工作当中去争。去拼去计较的每一分每一毫其实都最后变成了对你无限的爱。记住，你有一个好妈妈，一定要孝敬你的妈妈，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希望你在随风奔跑好好干，别给妈妈丢人，也别让妈妈失望，加油啊。再见。现在的心情非常激动，能有岗位愿意接纳我。选择随风奔跑是因为销售和教案的这个方面的工作。报名参与非你莫属，请将简历发送到非你莫属2010@126.com。如果企业家想招募人才的话，请将企业简介、工商信息发送到非你莫属招聘全拼@163.com。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